穿白衬衫搭配紧身黑裤，这跟过去的他很不一样，难得以成熟造型现身，果然跟他的戏一样登大郎啦。倒过来，台上台下都笑个不停，卢广仲邀请歌迷们一起跟着唱，演唱会成了大型 KTV。让大家随着他的歌声暂时放下花甲男孩的深刻印象，回到那个青涩又单纯的时期。大家还好吗？还是我们现在的直播？歌手卢广仲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唱第二晚，台上还大玩直播秀。刚好我可以趁机照一下镜子，哎呦，刘海状态蛮好的。那我们现场的200,000的观众跟大家问好，耶！现场即时直播，卢广仲不再省话，越讲越起劲，笑梗不断。卢广仲今年以戏剧《花甲男孩》转大人，再创事业高峰。主题曲《鱼仔》和《米亚仔》这两天，卢广仲也在安可曲大放送，甚至还在脸书分享《鱼仔车厢》的影片。整个捷运车厢的民众一起大合唱《鱼仔》，这是看完演唱会的歌迷大家一起搭车回家临时起意的举动，让卢广仲留言直说好感动，也为这次的演唱会画下完美句点。接着台北综合报道。